Hey girls,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? 二十日晚间，少女时代的允儿通过韩国金浦机场赶赴东京参加某品牌的展示会。允儿一亮相就显示出不一般的气质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允儿也亲切地挥手示意，礼貌十足。据悉，允儿昨天才录制完湖南台的综艺节目，今天又马不停蹄转机飞往日本东京。